南投仁爱乡月初才因为卡努台风受创严重，如今苏拉又将影响台湾，担心又遭到风雨摧残，受灾户呢是提前警戒，开始堆起沙包防台。居民表示，月初的超大豪雨导致土石流灌进了住家，加强防范，也因此将更多的沙包堆在房屋旁的路边，那希望能够降低灾害。另外，在部落的路况不稳、易受困的地区的民众，或者是洗肾等慢性病患，更将超前部署人员，该撤就撤。